益善中心是专门收容智能有障碍的孩子。四年前，慈济志工定期来关怀，看到陌生人会闪躲的愿童，现在不再害羞。行动迟缓的阿瑞画出了最美的三朵花，要送给大家。还有患有自闭症的伊花，在老师的鼓励下，写出了心中的感恩。我在台湾，真的，一发，等一下，先生。岁末年终，志工特地送来他们最喜欢的文具用品，院方也致上感恩状。这是由汶莱公主亲自签名，在当地十分难得，这也是汶莱慈济人第一次收到的感谢状。除了关心小朋友，对老人家的呵护也从不间断，每个月定期拜访施里亚安老院，提供可口的素食，也带来团康，更不忘慰问卧病在床的老人家。尤其年节将到，送上福惠红包，贴心的祝福让长者们身心都欢喜。汶莱慈济人人不多，但坚持走入社区，累积点滴爱心，用善来发光，温暖每个角落。大爱新闻正在美志工汶莱综合报道。